我们家的房子从上个月在台北市殡仪馆我们一天的心理等等后来台北市民客自己的经济客官一言不久的网额表示悼念总统并且表态总统府副秘书长郑燕总统新主持政府首长严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张琦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各机关代表一千多人都曾经参加了祭奠。